这，傅人，您向皇后下药，那是大逆不道之事，倘若让人知道，大惊小怪的干什么？你听见了也好，省得我再向你解释。这是第二包药，想办法放到皇后的食物里。傅人，这使不得呀！有什么使不得的？ 你以为你是怎么坐上德妃这位子的？现在要你做这么一点小事就推三阻四的，留你有什么用？外公公，这会出人命的，宛若不敢。人前叫你声娘娘，你就真是娘娘了吗？我费心安排你进宫，不是让你来抢清福的。进宫前，你父亲是如何交代你的？ 论辈分，你是我侄孙女；论人情，我有恩于你，你就该知恩图报。如今我有事交给你去做，你就该欣然接下，怎么还敢满腹的怨言？哼！婉洛。 婉洛，其实我们这样做，也都是为了你好。你想想，皇后若是生下了儿子，顺理成章就会立为太子，这母以子贵，皇后的地位自然稳如泰山。到那个时候再扳倒她，可就难了。你也没有出头之日，难道？ 你不想当皇后吗？婉洛不敢。胸无大志的东西。胡说！哪个妃子不想当皇后啊？你现在还小，不懂事，也在情理之中，所以你更要什么事都听我们的。我保证你。 此生，荣华富贵。